高速公路吗？还是？上周我们来的时候还是白雪覆盖这片森林，可是现在雪都融了，所以地上都湿湿的。我上次在这边，因为这边有点陡，我在这边的那个滑坡摔了一跤，超痛的，非常危险，所以今天没有下雪，是想说再来走一走。看这里，还好吗？重新整装，然后脱了一件外套，因为都已经差不多有点小流汗了，不要让身体太湿。看到前面的好汉坡了，我们已经走完一个好汉坡休息了，吃点东西。灵芝吗？然后这边这里看在长。我加油。加油，我的宝贝！人家两岁的小朋友都走了上来。要睡了。
喜欢吗？喜欢。你为什么有棒棒糖？啊？爬山，我爬了很久，有努力，没有放弃。哎呀，太棒了！3点多，然后感觉快天黑了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小孩。血吗？没有。哦，还好。哪里？你用笔的？你用笔？这里。哦，这里吗？对。哦，还好，你穿得很厚。揉一揉，这边有没有？没有了。这边有痛吗？没有。还有这里痛吗？对。那这里痛还是这里痛？
已经蛮暗了。今可是其实现在才下午四点，大家可能手机看不出来，但其实蛮暗的。再可能再过一个小时就非常的暗。希望我们可以顺利，可以在天暗之前到达我们的停车站。真是已经非常的暗了，已经下午四点了，我们应该还要再走半小时。刚刚问的上来的人，他说大概走半小时才会到，然后现在有点担心小孩体力啊，然后这边比较陡啊。啊，终于看到灯了，终于到了大马路上了。索布特卡，40分钟。We drove here from Lota. From Lota? Yeah, from Lota. So maybe we drive by Sobuta. Uh-huh. Yeah, maybe. Did you